主动表白男闺蜜，没想到。快进来。好，你平时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有事。哦，他叫许烟，你也可以叫他佳佳。哦，原来你就是他经常提起的好朋友啊！你好啊，你好。怎么有种来之不善的感觉？刚刚听说你要走，再坐会呗。毕竟是给你介绍男生啊。什么意思？哦，应该是我点的外卖吧。他来了，我要去点他了。你怎么最近老点外卖啊？对啊。哦。他在这住很久了。我先走了。我送你吧。嗯。Day two。哎，这么巧。嗯，对，我在等远心呢，他去买水了。哦，还有，昨天没来及跟你说，我已经跟他断绝了。What？ 佳佳。不去坦诚。你怎么拉脸色不太好？我终于解脱，拥有过。他是跟我闹别扭了。你们？对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走吧。